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在越南的越南令印尼啊，打一场友谊赛啊，呢啲军警啊，大家互片嘅，开枪嘅。大佬，我越匿喺个龙门柱度挨住，仲要打侧身。唉，真系嗰啲地方真系真系唔适宜去比赛嘅。记得收喺何容兴一代降门的足球世界。好好睇。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好啦，咁呢一节咧，我就想讲下即系喺台湾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中国国民党嘅主席选举嘅。咁呢次选举咧就即系可以講話係比過去即係近呢幾年啦嗰、那個國民黨主席選舉個競爭最激烈嘅一次啊。當然咧對上一次呢個所謂江啟臣本土派啊，咁啊贏得呢一個黨主席係嘛，咁而且佢表現都唔係太差啦，係咪？咁但係佢係本土派啦嚇。咁啊，再之前咧就即係吳敦義嗰次啦，咁嗰啲都冇乜驚喜㗎啦，係咪啫？咁啊，洪秀柱亦都即係做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啦，係咪？呢個大統派。咁再之前咧，競爭最激烈嗰次咧就係馬英九同黃金平，係咪？咁結果馬英九贏咗咧，跟住就做八年總統啦，係咪？呢個就係國民黨喺即係呢個公元2000年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即係喪失咗個政權之後，係咪？即係喺2000年之前。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一直都是國民黨、OK? 到了公元2000年就陳水扁就選贏了，選贏這個連戰和宋楚瑜，因為藍營就一分為二，陳水扁就成為不過半數的總統，因為台灣的總統選舉它不是絕對多數當選的，是相對多數，即是沒有第二輪投票的。咁嗰次就因為宋楚瑜同連戰咁啊，就分散咗啲票。咁呢個當然係李登輝一手操作啦，係咪？佢唔提名呢一個宋楚瑜去選，要提名連戰，屌你就分明就係要俾陳水扁做噶嘛。呢個即係事後就好清楚啦，大家都咁都唔緊要，起碼台灣就出現呢一個所謂即係自1949年之後第一次出現呢個政黨輪替，就唔係一黨獨大，係咪？呢、這個對民主政治發展當然係有好處啦，係咪？咁呢個貪污總統做咗八年又冧咗檔啦。咁馬英九咧選完主席之後，咁啊參選總統就係2008年啊就大勝超高票啊。咁到第二個任期咧，即係第二個任期通常咧都係一個魔咒嚟嘅。陳水扁亦如是，馬英九又係咁。到而家蔡英文我都覺得係 OK 係嘛？咁但係，即使蔡英文喺個第二任嘅任期都有啲魔咒，即係話嗰個執政咧，嗰、那個執政嘅能力受到質疑，但係佢兩任八年就冇得再選㗎啦，係咪？咁國民黨作為最大嘅在野黨，有冇機會翻身重新執政咧？我幾乎可以喺呢度話俾大家聽，係冇可能，極低係咪？特別係今次呢個黨主席選舉有四個候選人。但競爭非常之激烈，尤其是喺網絡個聲量，大家爭得好厲害。咁啊，最新嘅民意調查咧，就話呢一個張亞中，即係孫文學校嘅校長張亞中咧，就個支持度係最高嘅，係嘛？咁就已經係超越呢、這個即係今次總統，即係呢個主席選舉嘅大熱門朱立倫，即係又係前主席咧，又選過總統咧。他是在2016年去參選總統，那次就換柱很不光彩，本來洪秀柱去選，後來國民黨黨內認為他選到的機會很微，那時朱立倫做主席，跟著就換了這個洪秀柱自己去選，初初就怕輸，那已經是他人生從政的一大敗筆來的朱立倫，
即係我寫過好多文章，即係當時即係呢一個換柱事件，我都寫過好多篇嘢嘅。咁但係事實喺國民黨裏邊咧，即係而家喺現階段嚟講，佢嘅人脈係最豐富嘅嚇。佢亦都做過行政院副院長，又做過新北市兩任市長，係嘛？咁但係今次咧，即係一般，即係你睇呢四個人行出嚟，嗱現任主席江啟臣呢個本土派要爭取連任，係嘛？咁佢係佢上次選嘅時候，朱立倫去選啫。如果朱立倫去選，咁佢都冇得贏嘅，係嘛？咁我而家朱立倫去選，咁朱立倫個民調咧一路都壓住呢個江啟臣嘅。咁另外一個卓柏源咧，嗰個唔好計啦，嗰個就已經其實得三個人去選嘅啫，係嘛？張亞中、朱立倫、江啟臣兩個係做一個前任主席，一個現任主席。張亞中係何許人咧？係咪？大家上去維基百科睇下啦，係咪？好明顯就係一個統派，係咪？咁啊主張兩岸和平，佢提出嘅政治主張係咪？就係兩岸和平，要簽呢、這個即係啊，要簽呢、這個即係、就是、結束敵對嘅，即係或者簽和平協議啊，提出呢啲啦，係咪？又話佢如果做咗主席之後咧，佢就又可以即係、就是、直接同呢個共產黨談判啊，等等啊。嗱，我睇翻佢過去嗰啲言論，當然呢個就好明顯，個統派色彩非常之明顯嘅。咁本土派就一定不會投俾佢噶啦。咁但係佢最近咧，即係我自己從好多跡象睇到咧。喂，佢個聲量咁大，包括呢個台灣一個非常之受歡迎、最多人睇嘅網絡節目叫比特王，喂，日日都幫佢吹嘅喎，屌你真係，係咪？日日幫佢吹嘅喎，咁但係佢真係喺幾個人裏邊咧，其實幾個即係呢四個人咧，除咗卓柏源唔好講咧，朱立倫嘅口才係非常之好嘅，咁啊江啟臣就相對比較差少少，但係都 OK， 亦都係一個非常稱職嘅立法委員，佢嘅口才。就被認為即係超越呢個朱立倫就會講咁啊，講到頭頭是道。但係咧，你將佢講嗰啲嘢再分析一下咧，屌你做唔做得到咧就另外一回事，係嘛？咁所以好多即係本土派國民黨就好擔心，如果俾佢選到主席就真係大禍啦，係咪？嗱呢個民即係國民黨就會分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佢聲量咁大，個支即係個民調嘅支持度咁高，係嘛？咁當然咧，國民黨內部嘅人就認為，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表示震驚啦，特別係朱立倫。嗱，呢次選舉咧就搞咗好多烏龍嘢，同埋都幾核突嘅，係咪？因為佢兜口兜面批評呢個朱立倫同埋江啟臣，咁啊俾國民黨嘅考紀會咧就話要移送去考紀會處理，就暫停呢、這個即係、就是、國民黨主席嘅嗰個所謂嗰個選務工作暫停，係嘛？咁後屘又撤回。係嘛？咁啊冇核突啦，要將佢送去考紀會，即係紀律委，即係紀律委員會啦，等於係嘛？即係用紀律去處分佢、調查佢。喂，你點可以兜口兜面話呢個朱立倫係美國嘅線民係嘛？美國嘅線民即係話係喂係二五仔喎，大佬。咁國民黨有個前主席做美國線民，佢就好唔光彩噶嘛。特別喺國民黨嗰個 mentality 嚟講，係嘛？啲佢哋都係親美，但係佢唔係好似蔡英文咁攬住美國佬個大髀噶嘛，係咪？即係呢兩個黨咧，而家就係一個係親美反中就民進黨，一個咧就親美要和中就是、國民黨。咁呢個親美和中咧，就俾民進端認為你係親美親共。就咁啦，咁然後呢種親美親共嘅呢種大內宣咧，就好成功嘅，幾乎台灣大部分嘅綠營嘅人啊，都係深信不疑，國民黨就係親共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哋更加應該睇下鬱敏嘅歷史在笑，講第一次國共合作，係咪？所以有時好感慨嘅，一個百年政黨到咗今時今日，係淪落到咁樣。在台灣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是吧你那個兩岸的論述在哪裡中心點在哪裡九二共識又要油泡皮麻半遮面一個中國一講一個中國講是中華民國人家又說你一個中國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一個中國這樣因為當台獨的即那個聲浪越來越高或者而家嗰啲後生仔嗰啲天然毒，或者佢對共產黨嗰啲道行逆施開始，即係而家開始比較關心。以前佢冇咁關心噶嘛，咁啊冇乜所謂啦，係咪？你對即係譬如嗰五六十歲嗰啲，有啲係做緊生意，有啲係成日翻大陸。咁啊，台商有幾百萬連埋家屬，有幾百萬人喺大陸。
咁佢兩岸交流最即係最活絡嘅時候，即係呢個馬英九主政嗰八年，兩岸交流最密切嘅時候，喂，大家就唔會有呢種警覺性，就唔會覺得呢個係敵人嚟噶嘛。但係香港發生咗反送中事件，同埋習近平上咗台之後，佢要做獨裁者，喂，你台灣仲唔警覺嘅話，屌你乜咁，你即係台灣遲早都冇噶咯，老實講。所以你中國國民黨而家你已經喺個歷史定位或者中國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歷史嘅使命感，你係冇咗噶啦嘛？呢個係事實嚟噶，冇辦法噶。李登輝做總統之後一路去中國化，咁你已經唔可以話我要成為中國即係最有力嘅政黨，係咪？即係中國嘅前途同國民黨有關嘅呢種論述喺而家台灣呢種咁嘅即係政治氛圍底下係冇可能嘅咧，咁啊！而家你喺台灣做統派，你一定係屌你咩？就係親共嘅啦，咁啊！咁但係當然呢啲人都有，唔係冇啊嘛。咁所以你國民黨而家又有本土派，又有而家呢個張亞中呢啲咁嘅所謂統派，係咪？咁而家佢個民調咁高，所以有啲人就擔心，所以話咧，即係國民黨會四分五裂啦。如果俾呢個張亞中做主席，咁而家就用呢一個危機咁，係咪？咁就希望呢個張亞中做唔到咁啊。咁但係事實上咧，張亞中佢喺黨內又冇人脈嘅。嗱，而家個國民黨咧係要靠基層嘅黨員。嗱，黨員唔多，得嗰幾廿萬，但係投票出嚟投票唔知有冇十萬，係咪？咁呢啲票咧好容易箍嘅。呢啲黨員票係咪？你就算你個民調高都冇用嘅。更何況呢啲所謂民調或者網絡嘅聲浪咧，即係民進黨有份做出嚟嘅，係咪？民進黨咪一路做大你張亞中咯，佢搞到你國民黨內亂啫嘛，而家係係咪？即係已經成日即係話你國民黨而家喂錢又冇，嗰陣時係最多錢你嘅，而家啲黨產全部俾民進黨充公曬，你又冇錢係咪？跟住有啲人又會走係咪？但係你而家至少都仲有14個縣市係你執政噶嘛，係咪？其中呢個台中市同新北市係直轄市嚟噶嘛，大佬係咪？如果韓國瑜唔係要選總統，咁佢而家做緊市長，咪6刀佔咗3刀嘅大佬，咪15個縣市執政噶，嗰21個縣市裏邊你佔咗15個嘅，即係話你可以地方包圍中央。所以我成日講，有一兩個資深嘅傳媒人同我傾，即係而家台灣嘅政治狀況上，我同佢講，你國民黨。你口裏邊話希望會恢復執政，係咪？係可以講嘅，恢復執政，因為呢個係一喂你唔恢復執政，咁你個黨外嚟做咩咧？咁，但你實際嘅所為咧，你一定要做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就唔係成日喺度發夢，我會恢復執政，我會恢復執政。你可以對你嘅支持者講，對台灣嘅人民講，我哋要恢復執政，因為民進黨嘅執政無能，係咪？淨係一個疫情嘅，即係呢個疫情同埋一個疫苗政策都搞到天怒人怨，係咪？你要做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你要喺立法院裏邊，屌你咪仲惡過佢舊陣時民進黨。喂，民進黨得10多個議員嘅時候，琴台搶咪掃場打交，屌你而家唔敢做噶嘛？喂，你而家有30多個立法委員嘅喎，你而家度扮弱勢，成日扮死狗，咁你就永遠係弱勢，永遠係死狗。喂，我講完呢番説話，嗰、那個資深傳媒人，喂，我哋搞個節目啦，不如，屌你，你又識講台語，又識講國語，屌你咩？喂，一定好多人睇啊！我唔會牽涉台灣啲政治嘅，係嘛？即係我而家係講俾啲香港人聽，或者海外啲啊華人聽嘅啫。我分析台灣呢、這個即係國民黨主席個選情。你選舉，你而家尤其是有網軍之後咧，民進黨嘅網軍1450係無處不在嘅，好撚恐怖嘅，你知唔知啊？你柯文哲成日俾人揼撚到，即係遍體鱗傷，就係俾呢啲網軍。大家上網去台灣呢啲相關嗰啲 page 睇下，你就知道好撚兇惡嘅，係咪？拍得住即係大陸嗰啲小粉紅同五毛嘅，係咪？我試過有一次，我就特登喺度玩嘢，將我一篇文係批評民進黨又批評國民黨嘅一篇文啊，即係就擺咗喺趙少康個 page 裏邊。哇！後邊啲～嗰啲冚家產嗰啲嘢即刻撲出嚟咬啊！屌，好撚快啊！你知唔知？咁啊，即係國民黨一定要認識，你唔好再緬懷咩中國國民黨。你而家國民黨喺台灣嗰個政治生存發展嘅空間係越嚟越窄。
你而家有14個縣市執政，都有30多個立法委員，你係可以做一個強而有力嘅執政黨去制衡呢個民進黨政府。政治係需要制衡嘅。如果你呢種力量跟住都係俾佢陰乾咗之後，台灣冇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嘅話咧，台灣嘅民主政治就會一路走向衰敗沉淪，係嘛？你淨係睇最近嗰個疫苗，嗰、那個國產疫苗高端，而家都冇人去打，但係炒股票就大家發咗達啦，已經。當然係講嗰啲政治權貴發達啦，唔係普羅百姓啦，係咪？仲有台灣而家面對中共，係咪？你唔可以再用以前嗰種兩岸論述噶啦。當然你係希望和平最好，唔好打仗，係咪？但係有啲嘢唔道理嘅，係咪？如果你唔想打仗，又唔好買咁撚多軍火啦，係咪？你繼續同美國人買軍火，係咪先？你就係有朝一日有機會打仗噶嘛，會係咪啊？但如果你全民嗰個抗共反共嘅意識冇辦法建立起嚟，其實而家你好易嘅啫，你學老蔣當年就得噶啦，屌你啦，咩嘢係咪？你幾唔中意蔣介石，你要拆咗個中正紀念堂冇所謂，你學佢喂當年嗰種堅定不移嘅反共姿態，至少係咪？你又唔係，包括民進黨都唔係嘅，民進黨佢嘅反共。而家俾人話佢反中，其實就是冤枉佢嘅。佢只係就嗰件事、某一件事對台灣同台灣有關嘅，你國台辦發言，跟住就陸委會回應你，就咁樣嘅啫。啊，香港發生咗一啲即係啊重大嘅呢個政治迫害事件，咁佢出嚟表個態，咁就係咁樣嘅啫。佢唔會對共產黨屌你咩，即係喂惡言惡語嘅。大家可以上去即係 Google search 下，屌你民進黨有幾可對共產黨惡言惡語啊？仲有佢好識收割啲共產黨嘅惡劣行為，然後佢收割咗對佢有利嘅，譬如選票咯，係咪？所以你國民黨而家資源又冇，黨產係俾人充公曬，然後你而家仲喺度鬼打鬼，選一個主席搞撚到烏煙瘴氣，係咪？咁你仲有咩運行啊？係咪？咁我嘅睇法好簡單，我哋從民主政治嘅發展嘅角度就係、是，你如果一個民主國家冇一個強而有力嘅制衡嘅力量嘅話咧，你呢一個政權一定係腐敗嘅。即係我哋講呢啲嘢，好多人未必啱聽，包括國民黨一定唔啱聽咧，民進黨又唔啱聽咧。但我講嘅就係成個台灣嗰個未來嗰個政治發展個危機。第一，你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如果呢個反對黨不成器嘅，係好撚大鑊。第二，你面對中共呢個暴政，係咪？雖然佢未加諸你頭上，但係佢喺國際上嘅影響力，佢係可以孤立你，甚至乎佢而家啲殺手鐧都未出。你而家台灣仍然係要靠大，即係呢個對外貿易，中國係最大嘅出口國。你每年嘅貿易順差係超過1500億，你係俾佢攣住條喉嚨，佢而家未出手啫嘛，係咪？佢一出手你就瞓覺噶啦，加上不斷嘅軍事威脅，你唔可以因為啊立陶宛設一個台灣辦事處，或者美國要改名個台灣代表處，然後哇就要好撚開心，係嘛？對於呢一個暴政，中國暴政係嘛？香港你抽完水，咁啊選完之後，屌你咩高票當選之後咧，就關人撚事係嘛？不斷收緊呢個香港人嚟香港居留嘅政策，所以政治咧，即係當然啦，我哋可以批評佢啦，係嘛？咁但係你冇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你點去制衡佢咧？所以我曾經即係早幾個月前同啲國民黨人講，我話屌你咩？你哋唔識行出嚟，喂喐佢嘅咩？喂，你又話支持香港人嘅，咁點解而家又要人哋簽嗰啲政治巨結？系嘛？問有冇擁護同埋效忠，係咪做過公務員？有冇中資機構打過工？係咪？咁嗰陣時攞完居留證、攞身份證，唔使簽呢張嘢噶嘛？係咪啊？咁你可以喐佢嘛？係咪？我哋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而家香港人屌你咩有難，我哋又支持佢，係咪？歡迎佢嚟台灣咁，屌你，係咪應該咁啊？而家係一路根本有一個同民進黨好 friend 嘅啊
啲嗰啲傳媒人同我講，佢話嚟佢哋而家係唔想你呢班，所以喺香港搞運動嗰啲人嚟呢度。而家目前喺度嗰啲咧，就將一啲當為專案，就交俾呢個台港辦呢個所謂白手套機構，係咪？咁然後就交俾兩個民間機構司改會同埋台拳會就去處理呢啲個案，咁啊俾你喺度住咯，一路咁樣延期居留咯，俾唔俾身份你就啊，即係睇下嗰個個案點樣咯。而家就係咁啦。咁投資移民嘅門檻又高啦，專業誒係高，移民又高啦，係咪？任何嘅呢啲所謂投資移民或者專業移民都好，你都要最後過一關就係屌你政治審查。咁當然啦，美其名佢就國家安全反滲透咁啊。喂，你國民黨你好喐佢噶嘛，大佬係反對黨嚟噶嘛，大佬啊，係咪？咁但係你國民黨好似就，唉，香港都唔好嚟啦，咪屌你咩呢啲，係嘛，一樣。所以呢個係好悲哀啊！我覺得台灣係好危險嘅。咁當然啦，國民黨分裂係咪啊？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亦都未嘗係唔係好事嚟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嘅情況就好惡劣嘅啦。咁啊喺台灣都唔係100%安全嘅。你共產黨而家係有習近平就黐咗線嘅，所以即係你只能夠希望大陸嗰個變局嘅啫。暴政必亡，呢個係歷史嘅鐵律。我哋只能夠自己安慰自己就係咁啦。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啊，拜拜。